新北市今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市民婚礼，每个人因为万圣节刚结束的关系嘛，都做了打扮。这个主题是超级英雄，您看到了美国队长、鬼灭之刃都在新人的装扮当中，科学小飞侠也来了，相当的热闹。超级英雄挤成一团，全都是为了要拿新北市长侯友宜手上这包红包。虽然红包被关老爷拿下，但仔细一看，旁边的人可都来头不小。超级玛丽、美国队长、神力女超人，连当红动画《鬼灭之刃》都出场。原来是新北市府一号举行联合婚礼，以超级英雄为主题，现场只开放100组左右的新人，更特别打造时间宝石，让时空回转到新人们浪漫的求婚时刻。用心跟创新，以直播的方式，然后办理今年的那个。嘉诚非常开心，谢谢。就比较新奇啊，然后比较特别。因为关公蛮符合我的形象的，他最爱的就是他的赤兔嘛，所以这刚好是最好的组合。对，新北市每年都举办联合婚礼，这次吸引力也不小，加码抽钻石项链、冰箱，还有未出国的蜜月礼，要替新人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我们以前婚礼很简单啊，公证结婚就结婚了，也没有特别什么仪式。那现在的婚礼完全非常有创意。超级英雄要结婚，现场喜气洋洋，更多了几分趣味。华视新闻网的李世健，新北市报道。